是什么、啊？下一首歌曲啊，跟一个笑话有关。什么笑话？说来听听。好啊，那个笑话呢，就是有一只绵羊。绵羊。对，那个绵羊。对，那个绵的那个。然后它的毛衣啊，就那个羊毛嘛，被剃掉了之后。被剃掉。嘿，会怎么样？被剃掉就没有毛啊？不不不，这不是答案。会怎么样？还是我公布答案好了。你看，那定得。什么答案？说。好，答案就是。会失眠，失眠，对，可是跟歌曲有什么关系？有啊，失眠就是波迷，波迷，对，就是失眠。嗯，好，那我欢迎下一首带来的歌曲《波迷》，波迷，波迷，拍手，拍手。就着阮规暝拢袂当困。
谢谢大家。